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。啊，花没有开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功德的加持，帮助我们帮了大忙啊！啊，什么大忙？帮助我们转世成智，转凡成圣。啊，我们娑婆世界这个肉体、物质的身体丢掉了。啊，往生的时候。你断气了，呼吸停止了，啊，这个时候说，你坐上莲台，阿弥陀佛是拿着莲花来接引你，这个莲花是你自己念佛功夫成就的，啊，上面有你的名字，你坐到莲花当中，这个莲花就合起来了，佛就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。放在七宝池啊，等待什么？等待你完全产生变化啊，在莲花里面叫莲胎呀、啊，胞胎一样啊，在那里孕育啊，啊，成就你的身体，这不是肉身。是法性身啊，所以莲花开了，你去见到阿弥陀佛，这个时候现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，佛的身体紫目真金色身，具足八万四千相好，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性好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，光明当中都看到十方诸佛菩萨在那里讲经教学度众生，无比的殊胜庄严啊！你离开莲花走进讲堂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啊，讲堂有你的座位，莲花上有你的名字，讲堂座位上也有你的名字，对号入座啊。我体会到一点什么呢？进讲堂的时候是凡夫啊，我们去往生都是凡圣同居土啊，没什么功夫啊。啊，什么时候离开讲堂呢？成佛就离开。没有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证得究竟无上菩提，不离开座位。妙不可言。那时间长短，极乐世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啊，一定是证得无上菩提的时候，你才会离开座位，离开讲堂，哎，下课了，就一堂课。于是我们能体会到弥勒菩萨将来下生的时候，他只有龙华三会，阿弥陀佛不要三会，一会。妙不可言。那为什么极乐世界是法性身，不是肉身？他不需要睡眠的，
极乐世界没有日月星辰，它是一切这个我们讲物质了啊，比如说是所有物质通通放光，人生放光啊，树放光，花草树木都放光，没有一样不放光，宫殿也放光，光明世界，它的光明不需要日月星辰，它不需要饮食，它也没有大小便利，所以在那里一坐就可以从凡夫做成无上真正的酒。你说这个地方能不去吗？这个地方要不去就太可惜了，那真冤枉啊。啊，何况佛给我们讲得清楚，讲得明，我们自己也亲眼看到，也亲眼见到。啊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社会动乱，染污严重，啊，地球灾难频繁，跟极乐世界做个对比，你是愿意住这里还是愿意到那里？我告诉大家，我巴不得现在就去。啊，佛不来戒引，我没办法。我在这天天等他，啊，总有一天会把他等来。没有值得留恋的。一心一意向往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住在这个地方住一天就做一天好样子，做两天住两天就做两天好样子，像海贤老和尚一样。那跟佛陀约定了，佛陀是我们的本师啊，啊，住在这个世界一天，表法一天，做好样子，啊，做什么好样子？念佛修净土的好样子，啊，要求自己佛号不中断，一句接着一句，口不念，心念。万缘放下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。啊，花没有开的时候，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，无量功德的加持，帮助我们。帮了大忙啊！啊，什么大忙？帮助我们转世成智，转凡成圣。啊，我们娑婆世界这个肉体、物质的身体丢掉了。啊，往生的时候。你断气了，呼吸停止了，啊，这个时候说，你坐上莲台，阿弥陀佛是拿着莲花来接引你，这个莲花是你自己念佛功夫成就的，啊，上面有你的名字，你坐到莲花当中，这个莲花就合起来了，佛就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。放在七宝池啊，等待什么？等待你完全产生变化啊，在莲花里面
叫莲胎呀、胞胎一样啊，在那里孕育啊，成就你的身体，这不是肉身，是法性身啊。所以莲花开了，你就见到阿弥陀佛。这个时候现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，佛的身体紫目真金色身，具足八万四千相好，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性好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，光明当中都看到十方诸佛菩萨在那里讲经教学度众生，无比的殊胜庄严啊！你离开莲花走进讲堂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啊，讲堂有你的座位，莲花上有你的名字，讲堂座位上也有你的名字，对号入座。那我体会到一点什么呢？进讲堂的时候是凡夫啊，我们去往生都是凡圣同居土啊，没什么功夫啊。啊，什么时候离开讲堂呢？成佛就离开。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证得究竟无上菩提，不离开座位。妙不可言。那时间长短，极乐世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。啊，一定是真的无上菩提的时候，你才会离开座位，离开讲堂，哎，下课了，就一堂课。于是我们能体会到弥勒菩萨将来下生的时候，他只有龙华三会，阿弥陀佛不要三会，一会。妙不可言。哎，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是法性身，不是肉身，它不需要睡眠的。极乐世界没有日月星辰，它是一切这个我们讲物质了啊，比如说是所有物质啊，通通放光，人生放光啊，树放光，花草树木都放光，没有一样不放光，宫殿也放光，光明世界，它的光明不需要日月星辰，它不需要饮食，它也没有大小便利，所以在那里一坐就可以从凡夫坐成无上真正真觉。你说这个地方能不去吗？这个地方要不去就太可惜了，那真冤枉啊。啊，何况佛给我们讲得清楚，讲得明，我们自己也亲眼看到，也亲眼见到。啊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社会动乱，染污严重，啊，地球灾难频繁，跟极乐世界做个对比，你是愿意住这里还是愿意到那里？我告诉大家，我巴不得现在就去。
啊，佛不来接引，我没办法。我在这天天等他，啊，总有一天会把他等来。没有值得留念的，一心一意向往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住在这个地方住一天，就做一天好样子；做两天住两天，就做两天好样子。像海贤老和尚一样，那跟佛陀约定了，佛陀是我们的本师啊。啊，住在这个世界一天，表法一天，做好样子。啊，做什么好样子？念佛修净土的好样子。啊，要求自己佛号不中断，一句接着一句，口不念，心念。万缘放下。